大家最关心嘅登革热嘅问题。登革热嘅个案咧，其实每日咧都有上升嘅情况嘅。咁市民咧都非常之关注。头先咧，我哋同局长咧都去咗唔同嘅地方嗰度睇，但我哋发现到一样嘢咧，而家食环署好努力，房屋署好努力，但系咧其他嘅公务部门，包括建筑署、路政署、土木工程拓展署，甚至乎一啲私人嘅管理公司咧，佢对于点样去灭蚊咧？仍然咧係翹埋手唔理嘅。今日局長親身去睇過之後咧，係咪嚟緊可以幫幫手，由食衞局咧去統起嚟，包括咧係增撥資源，大批咧由政府做採購，俾唔同嘅政府部門咧係加裝滅蚊機。各部門點樣各自努力喺佢嘅管轄範圍做得好啲咧？我哋可以喺透過嗰個跨部門嘅大會平台咧，同各部門再跟進嘅。另外咧，我哋為咗登革熱咧，都加開咗兩個特別嘅會議喎。喺嗰度咧，就我哋都敦請每一個部門咧，佢哋就盡力去為呢個時候咧，就做好防蚊滅蚊嘅工作。咁我哋希望咧，食衞局又好，食環署嘅同事都好咧，能夠統籌各政府部門一齊做好我哋滅蚊工作。希望咧能夠繼續咧，唔好出現有登革熱嘅情況。